东风吹正狗嘞，我空姐吧。排位区选就在我前面，监视一下是什么监管。邦邦，大铁疙瘩，上车的话他用那个大地雷会把咱们炸下来。手里有枪，绕一会儿先不着急上车。我看你的地雷厉害还是我的追踪导弹厉害，注意像这种高低差炸弹也是可以炸到咱们的。你叉叉，让你扎律师你不扎，你叉叉，就看空姐好欺负，你吃呆吧。跟我斗，你再冲几年电，看他扔地雷封路了，我也不敢坐呀，就怕被炸下来。还是求稳吧。再见了，邦邦几万，我就要远航。嘿，打个小短腿也跟不上咱们。咱们现在直接就是转鬼屋，咱们是从起点站，然后坐车到二站，然后咱们再从鬼屋绕一圈。过山车 CD 是33秒，咱们从鬼屋二楼跳下去，再转回二站绕一圈的时间，过山车 CD 就已经好了。我这边是白板交枪了，只能蹭个板弹拉距离。这个板弹很关键，因为闪现时间好了，这个距离直接就能把咱们给闪死或者跳楼闪死。然后还有个窗弹，这不直接拉了个距离，就算有闪现也碰不到咱们。让你调整座椅靠背，你飞步。不知道是不是闪现，就算是也碰不到我。哎，咱们就是从二站下来后，然后到鬼屋二楼跳下来，再转二站，车刚刚好。像邦邦这种没位移的土夫是可以这样来牵制的。邦邦，我可要走喽。两板一下拦他去路，小板一翻加速走起。来了爽滩，我腿也不酸了，腰也不疼了，一口气都粘上摩托车了。这里有炸弹，蛇形走位，小窗一翻，这波又拉了一波距离。回头看身位，不知道什么技能，感觉会被闪死，那就不打算进马戏团了，在这儿绕一圈。这里被他架住了，还走不掉，他还不舍得用那个闪现，假装往那边走骗他，直接回头。距离近了不要怕，直接翻窗吃个炸。我有什么都要去，我要去。